2月11日讯，昨日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在京举行首映式，该片主演之一的刘嘉玲在采访中大谈对爱情的理解，其中她透露老公梁朝伟常会说一些很温暖的话，我每次出门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外工作旅游，他都会讲一句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已经很温暖。刘嘉玲则调侃了梁家辉孺子可教，虽然爱琴海偷情之旅的糟心事不少，但好在有惊无险，皆大欢喜。